我觉得酷就是做自己，然后要认真的工作，认真的玩，就很有态度，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酷。我们的品牌从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有一个 slogan 叫做 Choose Your Faith， 那中文就是选择你的信仰。那个意思想要传达给大家，就是说你可以去做自己，然后即使是现在的市场流行风格不是你喜欢的，可是你也是可以继续穿你原本就喜欢的风格，不见得要去盲目的跟风。比如说像这两年主要还是以黑白色系为最大的主轴，那当然我们就还是会以一些黑白方式去呈现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我们自己喜欢。从这个图案的正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也是设计师，他是希望用一个比较美式画风的风格来呈现这次的主题，所以他用 COOL 这四个字母去排列成一个人的脸，然后手上拿着一个很可爱的棒棒糖是我们的 logo， 就是一种比较美式的画风。